好，大家好，我是玉凯，然后我现在要介绍这个我上个周末的一篇发掘，叫做猪猪狗。好，那么，然后我是玉凯，然后上个关键字是 FMD， 然后 Dispatry， 之前在 GPT 参加过的微笑工厂兼具的专案，然后我自己是一名开发者。那为什么要什么猪猪狗？啊，就是我上个 weekend 的 Hype Driven 里面的人。就是有什么新的工具就会来试一下。那基本上它是一个仿造轮子，就是之前任替科我就是有做591的爬虫专案，然后另外一个叫 Rent House 的，他就是去爬591的最新的房屋列表，然后透过 LINE 来通知你。那我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在结合自己的工具的重写。那名字的由来就是原本有个服务叫猪猪快猪，不过它已经因为各种理由被下架了。然后另外一个专案叫 BBGo， 那我就把这两个名字合在一起，就叫 BBGo。好，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专案有个 logo， 还是我们的设计师迪伟做的，他刚好今天也有来。这个就shout out to him。那这个专案有分成几个 component， 那主要是591的 core， 然后在通知系统方面，现在我已经接上了 SlakeBot。然后 LINE 还在做，那 Discord 应该也会做。然后我接下来想要做的是 Subscription， 就是让大家可以新增自己的筛选条件，然后透过自己的 LINE 来通知。那我还会做 Fabric Tracking， 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个物件，那它只要有价格的通知或者是已经被出租出去的话，就会通知你这样。那目前的 Infra 是部署在 Verso 上面，然后后端是用 MongoDB， 但可能都会换掉。那有什么挑战就是可能会被591下架，不过我是免费专案，所以应该还好，是自己用的。那这是目前的截图，那有点暗，就是有爬到新的就会用 SlakeBot， 那 Slake 它可以用自定的讯息格式，所以还蛮漂亮的，我觉得。那 Call to Action 对。因为是 weekend 发掘，所以可能下个礼拜或者是找到房子之后，可能就会弃坑了。怎么这样？但没关系，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帮我星星按个赞。好，谢谢大家。好，谢谢玉凯。那个登记表单上面啊，都有专案的连结，大家有 GitHub 账号有兴趣的话，就给玉凯一个星星一个支持。好，那下一个就请。